花写到这，煞想到袂记哩介绍阮家己。我较早是一丛树仔，即马是一本册，予阮缀你去，予阮踮伫你的身躯边，住伫你的心内面。刚刚大家看到的 VCR 是、我自己很喜欢的一个、台语诗的绘本作品，阿尼莫的这个绘本，然后叫做《金杯情书》的意思。那刚刚那个选的《心是谁人知》，其实是很久之前我们老早决定要在高雄巨蛋要演唱的时候，在排歌单的时候就已经选进去的。谁知道这么可怕，心是谁人知变成我最近的主题曲。有没有觉得很符合我的心情？我觉得太恐怖了。每个人都有属于自己的困难，在生活中或是各式各样的事情发生，有很多难以言说，也说了别人也不会懂，或者是懂了也不能替你受，所以就放在心里。我怕的悲哀，但是今天在这边有你们在，我觉得一点都不悲哀啦。觉得能唱歌是一件很幸福的事情。